如果你想要加资料的时候怎么做。好，我们先看片尾好不好，片尾。那片尾的话呢，同学你们应该蛮常看到一种片尾的呈现方法是这样，它是一个框框以画面，这是 NG。 有看过吗？好，文字由下往上流动，有看过这种呈现的手法吧？对，很常见嘛。好，这种是影片呢最常见的一种片尾的一个解的呈现方法，知道老师在讲什么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怎么做。好，首先呢，例如说，我觉得呢，有一段影片，像这一段好了，这一段最后剩一小段的，他在走的，我希望这个当片尾结尾好了，所以我把这个框框哦，你看我点得到它后，它会有个大框框，把它缩小，十字架是移动，圆圈圈是旋转，对吧？它就可以玩一些变化，你可以调整它。好，再来旁边的地方我要放字，是从下往上流动，所以呢选预设，那两个是不是要同时出现？所以呢摆法要怎么摆？摆在它的后面还是摆在它的下面？下面，对，重叠，重叠显示。好，第二轨。好，那你长度的部分一样，你可以自己调整跟它一样长。好，宽两下咯，宽两下进去。在这个地方打字的时候我要怎么打？假设这个是我的结尾了，好，例如说我们打工作人员，好，然后这个文字可以放旁边一点啊，不要太边边哈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东西叫电视安全框，你把它开着，不要超过框框之外，好吧？框框之外哈，来，框框的颜色我想调整为白色。好，字型我要用真黑体。好，然后呢再来继续后面接着打咯， Enter， 例如说打扫好了，点点点点点，这样那字就会上去，对。然后例如说对，小花老师让它靠右边，靠右边字小一点点，假设这样。好，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变化。那我不要再那个咯，再打我就用贴的哈， Enter 贴，有可能会很长呀，对不对？就是人员的名单的部分会很多人啊。好，你就是自己大概，对对对，好，它超过表示我后面有一些字应该是位置，对，这边好，在下面的没有关系哈，因为我们要让它跑上去，同学听老师意思吗？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字打好。来，重点是当我预览的时候字是不会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下面有很多字你也看不到，怎么办呢？好，来，停止预览，我们点选文字方块后，它的技巧是透过开始特效里头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叫做向上卷动。我后面的字有点乱掉，好，向上卷动，它就会这样往上卷，向上卷动。那你的字的上下位置你怎么摆无所谓，但是重点是在你的左右的位置，你的字的左右的位置要摆好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把它左右摆好就好，上下无所谓。好，来，确定储存哦。好，当我在预览的时候，以这一段来讲，全片模式播放，它就会变这样。有看过这把结尾文字，会不会？来，对，跑好快怎么办？怎么让它变慢？对，速度怎么调？你不要跟我讲用威力工具，这里没有威力工具，这是字哦，字没有威力工具哦。对，所以你看嘛，字留在这儿的时间是四秒钟，如果你要让它跑完四秒太快了，你就让它的秒数增长，好不好？秒数增长，当你增长的时候，你播全片播它就很慢，非常慢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如果你们要学校要交作业，同学啦，要交作业的，老师说微电影要做三分钟，但是我怎么拍就只拍一分半，怎么办？你就让他跑一分半，不要说我教的，这样知道吗？对，老师不懂嘛，他不知道，结果你结尾谢幕要谢个一分半，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嘿，所以这是速度的调整，好，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变化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二种文字的呈现，你可以作为片尾文字，好不好？片尾文字。好，来，那再来哦，我问你们一件事，当我两个物件重叠咯，我把这个影片拉开一点，例如说我希望它大一点，我把影片拉大咯。好，当我播放时字呢， OK， 字是不是它是上
是在它之上哦。好，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轨道，我们开始来看到轨道跟轨道之间互叠了。好，那假设了，假设我再放一小段，我们放一个东西好了，在上面有一个叫子母画面，这一颗，这个叫子母画面，子母画面就是一些小图案。好，例如说，哇，蝴蝶，蝴蝶叠上去蛮奇怪。来，这个海边，啊，假设我把海边拿下来到作为装饰用，好，再拉下来哦，叠在这里。OK， 好，它是放在第三轨。那同学会发现，当你用到第二轨的时候，它会送你第三轨；当你用到第三轨时，又送你第四轨，怕你不够用，这样子，它会自己送给你。好，来，这个物件是什么？子母画面的物件呢？其实都是一些小插图，我就可以直接把插图摆在影片中呈现。好，那你看我的顺序性的问题哦，我们要先搞清楚顺序。真的是不好意思，看不，对吧？看不清楚，来，我不要它了，我把它拿掉，拿掉。我们故意好不好？就是让好了，我把这两段影片对调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影片是在下，文字是在上。好，播，看到差别没？哦，什么意思？对，先后顺序哦。来，那你跟我讲，紧急轨二跟三互叠的时候，谁在背景？二，谁在前景？三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所以哦，你看前景是三呢，背景是他耶，代表着在威力导演中使用轨道跟轨道互叠的时候，越下显示越高，前也可以近，这几个名词都可以，就是离使用者越近啊，就是离我们越近啊，听到老师意思吗？好，那更好的一个记忆的方法是，你就想象你们家有很大一片的电视墙，这后面都是你们家的电视墙，里面藏了很多人在演戏，好吧？电视框框里，人在这边看电视。你先看到谁？你是先看到影片，先看到影片，再看到文字，这就是顺序。所以越下显示越高，这个要特别注意哦。这跟一般的图层的逻辑是相反的，好，越下越高。好，所以结尾文字这样听得懂哦。那如果你顺序相反，字就会慢慢被压到啦，你就要把这个影片往上搬了。那字影片就会在后，字就会在前。讲懂我意思哦？好，来试看看，加一个结尾字，结尾的文字。然后预览跑不动的，你可以试一下刚才的那个预览的技巧。